婆婆，快过来吃饭喽！
刚才讲啊，这个很香。好死的菜吧，我跟你说，把这个菜捞不上好吗？好的吗？你在求死还是撇到脑壳上？前两天吃，你要少吃点，根本就是。这个明天，
你搞好看。伤感无比好啊，洁白的。那你也不能吃荤太多了噻，对吧？不应该这个。嗯，那个糖心好好吃。你等会儿烧两个鱼子嘛。
去喊甜娘过来吃饭嘛。你叫刘安。晚上我们熬鱼汤吧。给你烤肉肉。来，来吧，同志们。天娘，你们游娃子了，让人看到过来耍的。宝贝先喝了个汤，然后再吃个蘑菇。我应该吃吧。来婆婆，这个腊肉好了。今天你帮婆婆也来过嘛，她让你生火。吃了吗？明哥一会儿去帮包鱼鸡了啊。哇，慢点啊，小心烫，吹一吹个，吹完就就就，这个是你啊，来你娘，那就可快，来来拉倒，不忙活。来你来汤就吃吧。土鸡熬的汤就是原先的。那我来瞧啊。小顺，小顺，你吃的服帖吧？哎，对。